嗨，我是 Joyce Man， 让哲学进入经营，建立企业成功基因。我们继续谈金石哲学七十八条第十三条，与宇宙意志相和解的心性。从这一章起，我们要来谈如何度过美好的人生。我想每一个人甚至万物在这个宇宙里面，其实都有它已经定好的存在意义。当我们哇哇落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要来面对这个世上的挑战。我们本身有了所谓的求生的意志，为什么会哭？我们从这个存在的本能来看待，肚子饿了，我要提醒家长，我肚子饿了，要给我吃饭，想要如何在这个世上生存。但是在这个世上生存，必须要具备了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遵守着道德跟伦理。一开始没有所谓的正确的道德伦理，那我们很难在社会中来生存。但是进入了社会，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社会的大染缸就感染了。只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在这个起始点上，我们怎么努力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好，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过得更好。你到了一家企业，要尊敬你的长官、你的上属，那你对你的同侪，你就要帮助，让自己的生活要过得要更正向。有压力，但是至少这个压力是正面的，也就是说顺应着你来到这个世上，宇宙给你的角色就是面对挑战、面对压力，办好你的角色。所谓的宇宙意志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号称说我们是所谓的万物之灵，事实上这个宇宙事实上是缺一不可，哪怕是一小粒的这个石子，它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。大家不要妄自菲薄，必须要看重自己，必须要看待每一个人的成就，而不是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别人。所谓的经营是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经营，领导者必须要带领全体员工努力的来面对赋予我们的角色，每个人的角色都必须要扮演好。所以身为企业领导人，不要特别高兴说自己了不起，必须要觉得很幸运，是你刚好是站在这个领导的角色上。我们自己的角色不要认为说自己很了不起，可以有作为这样的成就，而是我们必须要心怀着感恩，我们有这个机会还有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我们来成就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一直在探讨所谓的企业哲学或是人生哲学，我觉得我们始终要维持不变的这种初心跟初衷，作为人何为正确，企业的一个决策，我们都必须要用这样来成为我们经营的判断基准。很多时候为了生存而就把这种心性而丢到一边，企业因此就颓败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接触企业经营哲学，在谈说你怎么样可以把哲学内化，哲学其实就是宇宙的部分，而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心性上面。我是 Joyce Man，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，让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吧。Web TV